呢、啊、你没看我擦地呢？擦地也得吃饭吧？你都啥样来吃？那我健身卡也办了，也不怪我，我不瘦有啥招啊、哦、对，你卡是办了，但是你一次也没去有啥用？你再看我吧，手拖把累的，手完了擦，擦完了刷，哪像你呀、啊、把吃喝拉撒睡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你输了，你洗碗、啊、你咋又让我爸洗碗呢？我让我老公洗碗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没事，我爸爸明天我就上幼儿园找老公、啊、我妈再让你洗碗，我就让我老公帮你洗。以后啊，我可没有生个儿子。对的，这儿子像你一样吗？我咋的？小时候听父母的、嗯、长大了听媳妇的，到老了还得听孩子的、啊，说了算。哎呀，别走，我碗还没洗完呢。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，是不是、啊、我发现呐，我爸在你眼里是站着也不对，坐着也不对。反正我嫁给他就是好白菜让猪给拱了、啊、我发现你呀是真没数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我爸救了你，你早烂地里了。你什么你？你知道孙悟空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烦死了！哎，走！你就和谐社会把你给救了，你知道不？你怎么又打我爸？还不是他天天老气我。你现在对我爸不好，就等于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跳窗户往里盖。给我爸惹急眼了。谁管你？那我不还有你吗？我以后可是要嫁人的，我是你女婿的。那我就再生个儿子，儿子也是你儿媳妇啦。就我爸才是你的，就他将永远陪着你。啊、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你。我来挑战一下你的智商、啊、你说三面月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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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说三面月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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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羿说的是什么？月亮。我再问你啊、哦、猪的孩子叫什么？小猪。狗的孩子叫什么？小狗。青蛙的孩子叫什么？小青蛙。再来一个。你擦屁股用左手还是右手？右手。你为什么不用纸呢？我再给你机会，有没有比十更大的数？有。有没有比一百更大的数？有。有没有比一万更大的数？有。有没有比你更蠢的人？没有、哦、爸爸，你娶我妈是不是图她家有钱？我也不知道，这饭没法吃。爸爸，你怎么又跟我妈生气了？你妈呗，整天乱花钱，哪天有份想要治治他。这年头啊，有个媳妇就不错了，还能治，只能宠着。那我养不起他怎么办呢？养不起啊，就让出去吧，有人养不起。你还是不是我姑娘了？哎，不是，你在这翻什么呢、嗯、我找钱呢。你找钱干啥呀？给我爸买件棉袄，咋就不行了？不是，你爸那么多衣服呢，给他买棉袄干啥呀？现在都冬天了，狗都开始换毛了、哎、给我爸买件棉袄咋就不行了？不是，行，那你给你爸买棉袄，你为啥拿我钱呢？我爸钱都在你那儿了，不拿你钱拿谁钱呢、啊、不是，那不是我钱。吃饭之前先说好啊，我做的饭爸爸洗碗。凭啥让我爸洗碗？那我做饭他洗碗那不正常吗？那行吧，我问你两个问题，谁答不上来谁洗碗、哎、行，那你问吧。爸，这是啥肉？猪肉。公的母的？不是，那我哪知道他是公的母的呀？行行行，我再问一个。行，你再问一个，那你先问我啊，这回先问我哪产、啊、我哪知道哪产呀、啊、我不吃了行吧，你们俩吃吧。
今天晚上你就在沙发上睡吧。你没必要让我爸在沙发上睡。我闺蜜都生三胎了，我再跟她要个二胎她都不要。要什么二胎呀？咋就不能要啊？等你老了，小孩一商量，把你嗓子管子拔，还得问你要银行卡密码，就我一个人多好啊，没人跟我商量，你还能多活几天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我不想给你要个伴儿吗？你要干啥去啊？咋呀？你又要回娘家？哪次你跟我跟爸爸吵架，你都不帮着我？妈妈，你咋看不清形势啊？又咋了？我爸呀，就像个老板，而你就像个经理，我就像个员工，咱俩又把老板惹生气了。嗯，那咋的？他再招经理，有个员工，还有咱俩啥事儿啊？快办！赶紧帮我妈搬箱子。好，走。那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。你又要干嘛呀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生个儿子。生儿子呀，也就他出生结婚的时候，你能高兴高兴吗？你看楼下找工作的爷爷奶奶，都是家里边养儿子的。那咋的？生姑娘有啥不一样啊？生姑娘也就结婚的时候能不高兴，其他的时候啊还都挺高兴的。等你到老了，你还能随便游山玩水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说生闺女不行吗？行，赶紧去问吧。啊，吃饭。今天你就给我说清楚，我和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啊？我叫饭店李云了。爸爸，这玩意能讲理吗？咋不能讲理啊？你要和老板讲理，你就是不想干了。你的媳妇讲理，你就是不想过了。不过就不过。我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不想活了。那你说咋整啊？妈妈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是能答上来，我爸就能答上来。你问吧。我和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这他能一样吗？咋不一样啊？走吧。要不是你，我也是一个全程似锦的人。锦啥锦呢？我看你是手头紧、眉头紧、衣服紧、时间紧。你笑什么笑啊你？你幸亏没钱呢，你要是有钱都得飘。可是我闺蜜今天刚提了一辆车。不是啊，妈，等我长大我给你买。等你长大了，我都老了。那不正好吗？到时候我就给你买个轮椅。你想去哪我推着你。哎呦我的妈。一会儿吃完饭你俩不用等我了啊。干啥去？我去打会麻将去。那我王阿姨去吧。她不去啊？人家条件好的都不去，你啥条件呢？我啥条件呢？你让你爸把工资卡给我，我不也有条件了吗？给你啊，我爸你搞不明白，到时候我爷俩喝西北风。小瞧我了吧？行，那我考考你，你要是能答上来，我就让我爸把工资卡给你。我又来是不？行，今天问吧。我15年前，我15岁，15年以后我多大？30岁。哎呦我的妈！就你这智商，来来来，媳妇做饭吧。只有姑娘。